早晨，各位兄弟姊妹，今日是二月五日，是圣女阿加大精女殉道纪念日。弥撒经文在经书第170页，读经是经书第80页。弥撒意向是为李冠峰谢恩。这位圣女为恪守天主的戒律奋斗到底，不惧怕恶人的言辞，因为她站立在坚固的磐石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斋。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罪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殉道者圣阿加大曾善导贞洁的生活，并为信仰牺牲性命，获得了你的欢心。求你因圣女的转求，使我们也能忠信地侍奉你。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列王纪上。那时撒罗网召集以色列众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和以色列子民各家族族长，都到耶路撒冷，为将上主的约柜从达美城即希翁运上来。以色列全体民众于是在厄塔灵月即第七月的庆节期中聚集在撒罗门王那里。以色列所有的长老来到后，司祭们便抬起约柜，司祭和勒未人分别将上主的约柜、会幕和帐幕中所有的圣器运了上来。撒罗门王和聚集在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在约柜前宰杀了牛羊，多得无法计算，不可胜数。司祭们将上主的约柜抬到殿的内部，即至圣所内，放在格鲁宾翅膀下早已预备的地方。格鲁宾的翅膀原是伸开的，正遮在约柜的所在地之上，所以格鲁宾在上面正遮着约柜和抬约柜的贡杆。约柜内除两块石板外，没有别的东西，是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后上主与他们立约时，梅塞在葛纳布山放在里面的。当司祭从圣所出来时，云彩充满了上主的殿，以致为了云彩，司祭们不能继续奉职，因为上主的荣耀充满了上主的殿。
当时撒罗门便说：上主曾决定住在幽暗之中，如今我已为你建筑了一个居所，作为你永久的住处。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上主，请起来，驾临于你安居之所。上主，请起来，驾临于你安居之所。看，我们听说约柜在厄弗勒大，我们在雅雅平原找到了他。请大家一同进上主的居所，并在他的脚凳下崇拜。上主，请起来，驾临于你安居之所。上主，请你和你威严的约柜起来，驾临到你安息的住宅。愿你的司祭身披正义，愿你的信徒踊跃欢喜。为了你仆人达美的情面，不要将你的受苦者轻看。上主，请起来，驾临于你安定之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哈利路亚。愿主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尔各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耶稣和他的门徒渡过了海，来到加纳细勒，就扣了岸。他们共一下船，人立刻认出他来，便跑遍那全地城，开始用秤把有病的人推到听说耶稣所住的地方去。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庄，或城市，或乡间，人都把患病的人放在街道上，求耶稣容许他们只笑摸摸他的衣边，但摸的摸到他的就都痊愈了。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我哋啱啱听到耶稣为好多病人痊愈做嘅故事。呢个故事里面咧，我认为核心嘅重点就系信德，因为透过信德，啲病人摸咗耶稣嘅医病之后痊愈咗。但系喺呢个故事里面，我们一定留意病人痊愈的过程。在福音里面描写清楚，有些病人用秤的，大家都估到这些秤不能够一个人控制的，即是对身体健康的人一定要帮手，才病人能够用得的。而且他们要帮助病人才至耶稣所住的地方去到。那我们明白这种帮助的情况，我们就称为好榜样的团体精神。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虽然我们个人或者个别的信德虚词，但是是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即是在信仰生活之中，一定要发挥团体精神。大家都可能感受到现在的社会渐渐世俗个人化了，所以
我不需要或者不想你其他在生活需要的事，他人亦都唔想或者唔需要你我喺生活上需要嘅事。咁呢种现象就会变咗负面嘅世俗个人主义。而家喺实际上社会里面，甚至喺教会里面，都有时发生咗咁负面嘅世俗个人主义。所以除了我自己之外，没什么关怀其他人或者身边的人。例如他自己只是一个人参与弥撒，时时都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祈祷，甚至一次都不想参加所有同区活动。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信仰生活的中心是团体性的，耶稣亦都时时都强调在教会里面团体生活，所以他派门徒嗰阵时都不是一个人逐个逐个派的，相反咧时时都两个两个最基本的团体方式派的。我哋亦都祈祷的时候咧，虽然个人祈祷生活都好重要。只不过我们的团体祈祷那时候，耶稣强调天上的天父就会更加细心聆听团体祈祷的声音。所以在每个主日弥撒或者特别隆重的弥撒之中，和他信友祷文是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在今天福音里面，透过啲病人痊愈嘅故事，我哋更加要学习喺教会里面团体嘅重要性。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物，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能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圣阿加大曾以热诚的爱为你守护至死，获得信道的荣冠，求你降福圣化我们为纪念他而呈现的礼品，并燃起我们对你的爱火。因此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殉道者圣阿加大为了宣扬你的圣名，曾设法基督倾流了热血，显示了你的奇能。你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最脆弱的人身上发出力量，你是弱小者成为意志坚强的证人。因此我们随同天上的天使一起歌颂你、朝拜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定你是一切圣德的根，因此我们恳求你下显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丰济各、我们的尼主教斯登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多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看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同贞永福玛利亚圣母的正陪大圣玉室诸圣中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供养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旨耶稣基督赞美你、演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我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罪基督，荣耀立圣神，
多归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旧约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随感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罪恶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甜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途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用我们的罪过，但用你教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罪免世罪者，望着来赴圣筵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住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请大家祈祷。上主，但愿我们所领受的圣体圣血，提给我们坚强的力量，使我们如同殉道者圣亚加大一样，忠信地侍奉你，并能克胜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圣，感谢天主。由我们一起念为圣召同文。天父啊，请增加我们教友团体的信德吧，尤其是那些你已经召选及将蒙召选为侍奉你的人们，愿你圣子的爱情感召更多青年，使他们慷慨回应你的召叫，并持守不渝。愿圣神的灯能引领我们圣行主的旨意，欣然奉献自己，结合于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伟大牺牲。阿们。